2013年 Men's Uno 超模大赛决赛，今天紧锣密鼓的展开喽！哎，咚咚咚咚锵，咚咚锵，喂喂。不是新年啦，好啦，从一刚开始，他们从6月的初选到其中，他们有肢体训练，有表演的训练，以及棚拍。那这过程当中，他们终于蜕变了，就像是毛毛虫变蝴蝶一样。阿爸好感动，阿布也好感动。那我们今天呢，就来看他们如何展翅高飞喽。是高朋满座，喂喂喂，成语不要乱用，哎哎，小朋友不要学哦，哥哥不懂事，对，哥哥不懂。好啦，那我们一探究竟喽。现在在我身后的这群小鸡们，他们在台步最后一次训练。哎，等一下，希望看到他们在台上有很好的表现喽。就说这个比赛非常的 international 吗？对，在我旁边这一位，哎、他是从Hong Kong 来的，是吗？香港的，对了，那自我介绍一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罗俊宇，我今年19岁，我来自香港。哎，他也有一种阿不塞的感觉。他会讲中文哦。你会讲英文也会，还有什么语言？广东话。广东话，那你用广东话自我介绍好了，比较特别一点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罗俊宇，我今年18岁，我来自香港。哦，好犀利啊，好犀利，我只有这一句而已啊。哦，靓仔啊，靓仔啊，希望你等一下吼表现顺利啊。干巴地啊，干巴地啊，干巴地是自己的语言。那要怎么样加油？加油。加油！有点像中文。好，那我们一起来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好，对着镜头，一二三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哎，没有默契呢，哈，未来稍微培养一下哈。好，加油喽，拜拜。现场，好，我们现在来问看参赛者，你觉得你的第一次？就是我身旁这一位江泽喜的，江泽喜为什么？就是他的俞秉彦的脸孔，还有他的魔鬼的身材，对，哦，不错，我觉得你的身材很好啊。多大吗？谢谢你。等一下会露嘛，对不对？会，拭目以待。你嘞？我是吴承峰。吴承峰为什么？因为他的笑容最灿烂。对，因为那你的笑容我觉得也 OK 啊。也 OK 啊，笑容灿烂啊，不会输给他的。好，加油！等一下用你的灿烂的笑容电死评审。哎，你嘞？嗨，我觉得王梦记。王梦记为什么？因为他长得非常有型，是一个成熟的男人的感觉。要是我是女人，我就喜欢他了。你觉得谁会是这一次的冠军？诶，王梦记，照正确的方式讲出来。对啊。你的才艺是什么？我觉得他做出来是很有那种明星的样子。好，王梦记，你觉得谁会是这一次的冠军？动作快，很好。Without you， 然后瑞哲会是冠军 ？Yes， 觉得是马瑞哲啊，中山一彦。江泽喜，觉得是江泽吴硕恩，江泽喜的曲目金会连德安，我觉得李廷月会是冠军，连德安会是冠军，我觉得这群人谢炳颖，马瑞哲会冠军，那我是大军，我杨大军会是冠军。